好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2月20日星期二，今天与好朋友分享做自己，追不上的不追，背不动的放下，看不惯的删除，渐行渐远的随意，不属于自己的不要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听最想听的声音，见最想见的人，如此简单。见得越多，看得越开，学得越多，看得越远，不会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，不会再为想不开的烦心事而彻夜不眠，不会再为看不惯的人和事而据理力争，因为万千不解终不解，人生快乐有几何。又是一年，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，自己活的已经不是年龄，而是一种心态。不要赌天意，不要猜人心，天意你赌不起，人心你猜不透。人这一生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，踏实一点，务实一些，和谁在一起轻松就和谁在一起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掏心掏肺相互倾诉，不管是朋友还是爱人，只要是在乎我的人，我都会加倍珍惜。幸福没有100分，别活得太累，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喜欢，别人欣赏也好，有所非议也罢，只要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，只要自己相信就够了。与好朋友共勉，拜拜。